喜欢的食物都是什么？我最喜欢吃苹果了，我每天能吃好多。潘达，快看，我画完了。伯父，吃那些快餐对你身体不好。我就喜欢吃这些。我最喜欢吃汉堡了。嘿，小猪，可以让我吃一个吗？给你一个吧。小猪，我们画的都一样。哼，我不理他了。嗯，这里有什么东西？你们好呀，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外面那些都是坏家伙，我们得藏起来。让我看一看是谁。原来是我讨厌的水果和蔬菜。别害怕，我来帮你们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们。这些水果和蔬菜肯定害怕虫子，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吧。有毛毛虫，快跑！哈哈，看你们现在往哪儿跑，可以抓住他们了。太好了，我们成功了。快点，乖乖的，都进去。这下你们不用再藏起来了。是呀，你也跟着进去吧。我帮了你们，你们为什么要抓我？你被骗了，他们才是坏人。他们都是垃圾食品，对心脏不好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有一个好办法。等会儿我把他们引过来，你们就拿钥匙。好的。到我表演的时刻了。哎呦，我的心脏好疼啊，快帮帮我吧。太可笑了，我们可不知道怎么办。不好，我们快跑。他们几个真是太可恶了，让我想个办法。我们设一个陷阱抓住他们吧。这个主意挺好。藏到哪儿去呢？哇，这里有一个快餐店，我们快去。到了这儿我们就安全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回家了。什么？这里不是快餐店。伯父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吃太多的快餐对你的身体不好。我知道了。伯父，快醒醒，吃薯片啦。我不吃了，谢谢你。伯父，这是怎么了？还是多吃点水果吧。